跳球，比赛开始。这是我们转播的19-20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一轮，天津队在主场迎战北京首钢的比赛。非常耐心，还是不投在外线。田野命中三分。世界杯的时候呢，场均2.6分，1.4个篮板啊。好球！奥特这次的定点三分投中了啊。这个从人员的安排、战术的体系构建，再加上我们看到的这些轮转的次数，这可能都跟之前不一样。年轻的何思宇上来也是贴好球用一个掩护挂出来之后直接中距离，他会比林书豪变得更慢一点。对，抢了，做掏了啊！出现跟进，造成犯规，打进，打成了，真难啊！帅的有了，李如豪选择往外分，和刚才第一节是一样的啊，突到那个距离，然后方硕在那边45度等着。你对这进攻节奏真好啊，真好呀，真好，这球打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打顺，然后再过渡一下，然后再传啊。引开了书豪，却没有放进，中距离。哦，有了，终于有了啊，双人包夹。哦，图文奇突破黄道汉密尔顿上篮，反跑。现在北京这防守啊，全是断球，传球路线特别好。我觉得李书豪又一个上篮，上篮还是去罚球。天津是连续的失误，这机会，今天也是三个失误。又开始错位盯汉密尔顿了，盖了，正面的封盖。一秒钟，王秋辉，嚯，这上下半场两个神奇三分啊！是。拎出来，还打一个，造成犯规，打进，哎呦，精彩啊！有啊，潘宁还是没投三分，都知道他有篮，这要是往上扑的很凶，我没跑成，这太明显了。羡慕现在北京啊，快点直接，哎，反击又一个啊！这两个外援显得呢没那么犀利，而且国内的球员啊，也没有像翟小川这样。输的风险。那这样，全场比赛的结束啊，103-81，最终是一个22分的分差。北京队在客场通过下半场的优异防守表现，完成了对于比赛的逆转，而且这个逆转非常大。对。